好開始。好啦。今晚好人好事節目開始啦，大媽。係啦。有咩有咩問題？嗱，上次啊 ，Doctor 你就講咗永恆嗰套電影嘅故仔啊，咁今次又有啲咩故仔講咧？好人好事。今次有套電影，大家可以睇下印度嘅《完美先生》。完美先生，講愛情，但咧就開心啲咯，就嗰兩套介紹兩套比較悲，但講翻少少埋尾先。埋尾。埋尾嗰、那個睇嗰套永恆電影啲人冇答到埋尾嘛，咁啊過程係俾嗰套電影話感覺話哇好悲喎，好慘喎，咁啊好多人睇到啊好慘，好慘有咩用啫？咁應該點埋尾？嚇？點埋尾法？他那套電影呢就現在一直都有人說慘呢就感性一點看，但現在世界一直發生早兩早去年前年有個鞋王的三奶就是溝仔，現在古代的就是浸豬籠，是吧？那件三奶那時候我都講過說這個人呢他埋埠唔掂嗰時係揾個人埋伏啫嘛，埋伏之後咧，咁你嗰個男人又力不從心，又唔夠高大威猛，係嘛？咁埋伏。佢個永恆，佢睇到個僆仔話佢未近過女人噶嘛，哇正嘢啦，整個處男執劑啦，咁你咪係。但我哋啲人睇唔到喎，冇嗰啲冇人寫個答案俾我聽話，應該點樣避到？男女都撞到的喎，你唔好講笑喎。我哋以前好多，譬如話喺東方啊，喺以前喺嗰啲唐西風月啊，就算近代都係噶，好多女仔想做明星、做成好娛樂界都係噶。佢埋咗個有錢佬浮，但到後咧，佢又會見到個靚仔咧，佢又收工噶嘛。上一次都講過嗰位姓劉嘅歌星，有啲係溝咗啲司機都有噶嘛。一路都是發生緊的，但你那樣發生緊，你不是解決問題。我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呢套電影可以有很多個層次拍的，但最上籤的是乜嘢咧？如果個電影就係呢個老細，或者呢個佢個侄子未結婚，哇！我睇中個女咁靚，不如 pass 俾個侄子咧，咁咪冇咗戲做啦。冇戲講。咁你要揾多個嘛？你有錢噶嘛？你揾多個都冇事噶。咁你又僆仔喺度肥流流幫你手，咁你佢又係男人，你要解決噶嘛？佢話同佢揾個老婆，佢冇揾到嘛。所以佢咧，如果呢套電影佢可以話有冇咁嘅老細咁大量咧，佢就唔完整啦。咁如果揾翻嚟啊，我揾多兩揾兩個，咁你安排咗，咁你都冇事噶，咪此其一。但唔代表一定唔出事。第二樣咧就係佢發過呢、這個嗱佢個。此侄同佢一個呢個女人有路咧，如果佢再厲害咧，淨係掃佢哋走啫，成全佢。呢個大將嚟嘅，話掂你都唔止一個女人。係啦，你又唔止乜再？又唔將又揾唔到。以前有好多皇，以前皇帝都有啦。有鎮妾啊！賜咗個妃品俾啲馬仔啦，你打仗好翻嘅係咪啊？有咩所謂啫？即古人有贈妾之風喎、啊，就算歐洲都有噶，好多嗰啲皇帝貴族到你翻到嚟咁啊，唉咁多件你自己揀件啦，醒你啦咁噶嘛，我咁多個老婆你睇中邊個咁噶嘛？有啊，有真係有噶，有中東嗰啲社會都有咯，多妻制度之下就有呢啲有咁嘅事。誒嗰陣時我唔好講埋人哋，講我自己後生。你自己送過幾個啊？唔係送幾個。我七十年代嗰時咧，就喺一個花月場所咧，又睇中咗條女咁啊。租個地方俾佢住喺人民地，咁啊得閒上去蒲下啦，咁啊即係又冇咩所謂啦。哇！原來咧佢有條仔攬住嘅，咁啊有一次咧就最好笑啦。我喺金鵝夜總會上去宵夜，撞到有個花名叫歪嘴男嘅。喂，明哥呢件嘢？冚家產，我啲雞竇拎佢出嚟噶嘛，咁啊我上法庭啦，冚家八婆走佬啦咁，你制唔過噶，我咪，我係咩？咁講完之後，我屌我哋唔好同我講嘛，喂啊你話俾我聽，篤爆我波，
刮開個頭髮有笪瘌，你又揾唔翻件黑寶深水嘅俾我，係嘛？我哋咁你咪揾翻件深水俾我先。有時世間啲人唔知我知嘛。我但呢個女仔咧就好奇怪嘅，因為佢有過有一段餘情未了，俾我撞到佢同個男人喺屋企。咁啊，送你一程啊，大佬。邊種送你一程啊，郭小姐？真係燒溪錢咯。咁啊，同佢嗰個男朋友，我多謝你出現，大佬，係啦，俾封利是你同我接收埋走曬，咁啊退租走人啊，主席。嗱，你而家你自己得閒上嚟都得啦。乾爽淨啫。梗係啦，水落花正啦，無情咪咁樣引起嘅咯。我但佢呢單嘢咧，如果我哋擺翻細單呢套電影，大家要睇嘅，一般人咧都叫啲年輕人睇呢套《永恆》，好有警覺性。咁啊，如果世俗人咧就避無可避嘅喎，得一個方法避啫。一個方法避咧就話你個男仔咧一知呢個女人嚟勾引你咧，你就真係要詐病咧辭職走啦。即係唔撈佢錢嘅，因為你有殺身之禍啊嘛！即係我哋處事咧，世界咧有七種方法，呢個係避開嘅方法要用。你要避當時有嘢，你要避開嘅避開啦，唔避開你出事嘅。因為佢嗰、那個佢呢個女呢、這個老闆娘，如果佢溝你唔到咧，佢懷恨在心，你都死。你要避開。我聽過一個西方的故事又是這樣，是啊，因為他看中過武士，是啊，那就想嚼他，但是嚼不成，結果呢就反咬他一口呢，就跟個皇帝說他想非禮他，嗯，但這個人就奇高一著，先先將陪那個皇后出去保護個皇后出去那陣，先留下某些東西在家裡太大犧牲了，他要避。仲有招避咧，就比較陰啲啦。譬如話，你扮同個女人有咗關係，但係而家佢喺度搞耐咧，搞到兩個難分難解死咁。好啊，你扮咗傻傻地同呢個俾呢個女人勾引咗關係之後咧，你自己整招苦肉計，萬一日咧跌落個渣間打個彎，跌落山度撞親個姐姐，咁咪詐病咁又避咗走咗去，又冇事。我如果在以前咧，佢但有些咧就比較陰招咧，就呢個對個老細唔公道嘅，對個老細唔公道的，對佢老闆咧就唔公道啦，就唔可以用陰招啊，又謀財害命啊，又成呢啲係唔啱嘅。但而家佢咁咧，就一個結局咧就好淒涼，即係大家要搞永恆，咁個老細啊整條鏈俾你永恆，係嘛？永恆到咧就你。他死了之後，你那條屍臭的嘛，你很愛你的人都好了，你不可以把屍體躺在你身邊的嘛，你當堂收工的嘛。但我一定要避的，男女都要避的，男女都去到這些關頭呢，你覺得咦，這個是他這些這樣的，他不是桃花債來的，他是桃花劫來的嘛，拿你命的，桃花煞呢，你就有些不見錢的，或者有是非的，呢桃花劫咧係攞你命，所以你一定要唯一要避開嘅。男人又要避，女人又要避，避嘅避嘅。你問題係殺到嚟嗰陣，你都冇住咩？你有咩蛛絲馬跡之前，你避啦嘛。避到嘅你要避，一定避到，係咪一定避到？佢哋就冇講到話你而家你世間都面對都避。嗱，第一你都要避啦。就講翻轉頭，你而家你就算喺嗰個政治度，你都要避噶嘛。譬如你張震遠呢啲咁嘅垃圾，識避你都冇事啦。因為你做過幾多衰嘢，有冇用假文件？有冇話點人哋攞啲咁嘅假嘅擔保書嚟？去搜一搜當自己有資產咧，有冇使過咧？有冇意圖行使或者意圖誤導人哋信任你咧？而家佢哋仲喺度跟緊噶嘛？係咪喺某種環境之下你搜過出嚟，話有人攞呢啲嘢出嚟，話有人注資啦咁啊？顯啲證據俾人睇過咧，
即係話你而家世界啲人死就死死下咧，你唔識避啊嘛。佢而家連嗰啲咩俄女啊、幾百萬年薪啊、乜嘢下萬冇曬喎，嗰種我哋點解咁早睇到啲人唔掂咧？啲身無長物，冚間租層樓幾廿萬嘅，我撳你計數機我都唔會信你啦，係咪啊？你牛頭角層樓仔一千尺一百有幾百尺，我都仲信你，都係實實際際嘅人啦。你租幾十萬租住幾樓，即係等於有啲人誒影卡片，佢公司喺交易廣場、置地廣場幫 Santa 租嘅，大我都唔會信你啊，一毫子都唔信你。你喺永樂街七百尺，係咪十幾？破壞我嘅。十幾年啦，自己樓嗰啲我哋會信你啦。你啲真係做生意噶嘛，係咪？你都叫擺門啫嘛。我哋所以一早就睇穿呢啲人嘅喎，呢度千多嚟嘅。咁好啦，你喺美國讀書，學咗啲咁嘅古靈精怪文化，美國啲咁嘅大惡文化，再夾埋共產黨落嚟嘅人，咁你又變咗啲咩怪物啦？實出事噶嘛？因為共產黨嗰啲咁嘅大陸佬咧唔識嘢噶嘛，得個窮兇極惡、搏懵懵膽嚟噶嘛。佢又當香港而家回歸咗咧，好似大陸咁啊，隻手遮天噶嘛。佢嘅思維上啊，我識邊個識邊個識邊個，係嘛？但係呢個而家香港點窮咧？香港啲資訊全一有咩事都死啊！你搞啊！而家你就喺共產黨你都死，冇錯。最怕你唔衰運。同你話你話一通曬天嗰啲網站，你帶個靚標死咗啦，有啲做官而家俾人影到鋪咗上網，即係你要佢未瞓醒嘛？幾多隻名標知啊？潮流唔同啊嘛，即係你做人做事要睇住個世情嚟行噶嘛，即係吹咩風係嘛？而家潮時代點？話當紅炸子雞咁，你買實死㗎。即係話呢個咧，就話你張震遠呢啲咁嘅垃圾嘅人咧，佢都冇呢個智慧噶嘛。佢仲當自己真係得，仲想行上去啊嘛。睇報紙講咋，仲想做財政司啊？做財政司，香港都冇運行啦。而家早爆煲，香港咪運行咯，係咪先？財嘅財，唔係佢真係好，佢哋呢檔嘢而家係好大鑊喎，兩到雞毛鴨血噶喎。啊，係喎，咁樣啊，梁振英會唔會落台咧？梗係唔會啦。短期內一定不會。短期內，或者佢自己有病咁啊，被逼佢真係病啦，就唔係佢仲真係病。呢啲因為你捱唔到嘛，你個社會壓力你捱唔到。點解佢唔會咧？我哋計數，被共產黨緊用到你盡啦，但係香港市民小心啊！佢用借你呢條友孭咗鑊。喂，你幾時諗埋啲廿三條啊？出埋街有咩衰嘢又要做曬先？佢而家換人咧，你第二個上去咧，你要做啲衰嘢噶嘛？咁咪又死多講，橫掂呢個唔關衰衰地噶啦，唔該你再做埋幾單衰嘢。爭在嘅，嚴無論嚴威，由頭都俾你做，你啃埋佢，做曬啲衰嘢。佢當你工具嚟噶嘛，所以香港人要小心噶。佢又想搏命做曬啲衰嘢咧，仲可以延遲到自己，仲可以有得撈噶嘛？所以你佢係一定搏命搞衰嘢噶啦，而家哇廿三條立法收緊啲乜嘢？收緊咩物啊？咩物啊？改咩啊？改行政會啊，或者改立法會嘅制度咩？行文做勢，逢衰嘢而家佢會做啦。即係垂死掙扎啊嘛！咁共產黨咪利用你垂死掙扎，咪叫你做曬衰嘢先，做完曬啲嘢咪拱第二個上嚟啊？佢但而家就唔會俾佢落台嘅，佢搞完啲衰嘢就會叫佢腳痛啦。即係我哋睇誒咁樣睇咁啊。你諗下係咪正常係咁睇？咁梗係用都係用啦，而且而家啱啱上台又掹翻落台咁啊。中國呢個唔出奇，佢一定要掹你落台嘅，因為你一路睇佢你做得唔好咧。你變咗影響習近平先生喺佢個政治嘅光譜度咧有污點噶嘛？一個人物我唔可以喺中國喺呢個時代呢個空間，我做一把手，係喺我個政治生涯上咧有搭蘇州市喺度，俾你梁振英引你，唔會一定殺你。但殺你之前咧，我又用到你盡，
佢而家又唔可以話放聲出嚟話要換人，佢唔會講。一定唔會。唔講咪唔講，瞓醒覺佢聽日你攞得撈啦，紙皮箱都俾你攞啦。啊，嗱，咁又講開張震遠呢單嘢啦，咁陳茂波係咪有包庇張震遠嘅嫌疑咧？呢、這個人都好奸詐嘅人嚟咯，佢嚟問佢，佢話財問阿震阿財政司落水咯。即係話你嗰啲咁嘅陳家強啊，果有份噶啦嘛，係咪？即係你委任呢個人係咪啊？都有份啊！咁啊，減輕咗你啲壓力咯。咁但係你自己把關嘅喎，佢唔知道佢財政問題。哇！你蠢到咁樣，唔加一時上上咁耐都唔知嘅，咁你都收工啦？你點有資格做局長啊？喂，你喺個市場度都收唔到風嘅，即係你瞓著覺啊？即係得人即係踎喺廁所喺度間圖睇下劏多幾多間房收租啊！即係你怪即係搞劏房，即係連啲冚家產八獲通街都知道佢借錢存到喺市場都你都唔知道，所以啲人咧就呢啲友咧，你梁振英如果想再做落去咧，有幾個人會去殺嘅。即係話佢再想做特首，即係希望中央政府或者香港市民俾機會佢再做，佢要反省，即刻執翻正曬。啊！嗱，呢啲陳茂波啊，邵呢啲兩個波，邵善波啊，嗰位吳克儉啊，啲咁嘅垃圾啊，張志剛啲垃圾啊，即係再執多幾件啲垃圾出嚟咧，你要清場嘅。即係話，起碼知你證明自己咧係有反省能力，知道自己都係錯咗，用人不當，你重新要執個位，揀翻啲好人好者入嚟，有能力嘅人入。今日都有人提佢啦，你想揾人，你要三顧草廬噶嘛？係啊，有個八婆提佢噶，嗰個就係又樣衰嗰個，但係今日講句嘢都幾啱嘅，嗰個犯罪禮態啊，哦，係啊，就係、是、三顧草廬啦，你揾人都提佢。佢講緊佢自己。唔係啊，你就算好人好者唔會幫你手嘛，你得嗰十皮八皮一個月。佢一個咁嘅聲，城市仔嘅有咩特首都冇力啦，而家做特首都日日俾人鬧，我企埋你度做咩？搏俾人鬧啊？係咪先？揾到食嘅唔會埋你堆噶嘛，行埋都引以為恥噶嘛。即係你做咗啲衰嘢，人哋同你分擔咧，唔制唔做噶。你嗌我哋都唔會做噶。我點會企埋你度嘅？係咪？喂，你往咧有咩意思？你諗下咧，仲有一樣嘢係好醜怪咁啊！佢公佈出嚟，你張震遠嗰啲咧，佢係做埋嗰、那個分函委員會嘅審批嘅委員喎，同埋太平紳士審批委員會嘅委員喎，即係你啲人攞荷蘭水果嚟俾呢班咁嘅垃圾批你㗎嘛？冚家產，你有攞荷蘭水果調查咗佢添啊！嗰時我講過啦，我朋友整過嗰啲咁嘅聲，唔知冚家產爛銅爛鐵一塊，我哋米叉去攞啦。我一批俾你班人咧，冇資格批俾你噶嘛，係嘛？佢而家佢大陸嗰啲友咧，搞好多呢啲咁嘅組織咧，就話咩傑出華人啦，乜叉乜叉，我哋搞出嚟嘅。你封我，封你係收錢嘅。咁而家變咗成個香港咧，啲人哋嗰啲咁嘅分函咧值錢噶嘛，有少少名望噶嘛。類似捐官咁嘅狀態。唔係而家你俾呢班咁嘅垃圾批俾你啊嘛，即係批你嗰班人。咁低檔啊嘛！你嗰個荷蘭水果點值錢嘅？係醜怪啊嘛！就是、以前個英女王攀俾你啊嘛，大佬，皇室攀俾你咁啊，個價值就呢度拎出嚟醜怪嘅，我哋都唔敢講噶。嗱，好似你我喺中國有啲，我有啲好多嗰啲咁嘅無厘頭嘅公職分銜，我一張都唔拎出嚟，都唔登咁膽咁嘅卡片啊嘛！即係我哋真係做咗善友嘅，我哋都唔登，所以我唔使借你個檔。同埋借出嚟咧係醜怪嘅，你話咩全國政協喎，唔單止係共產黨嘅花樽廟虎，係嘛？唔識嘢笑死啦，識嘢咪俾人即係嚇死嘅，即係話係咪先？即係話俾人聽，你係做共產黨嘅打手啊嘛！即係話你做咗好多衰嘢，出賣咗好多人，你先行上呢個位。或者你喺國內咧，就夾埋啲官商勾結，揾到錢，揾到錢嗰時咧，咁就使筆錢咧，即係做個政協人大啊啲咁衰嘅。咁你做人大咧，就共產黨員多添啦。如果你唔係本身係黨員咧，佢好難俾你做人大嘅。最近咧，你哋留心啊，嗰只乜差嘢魚龍嗰陳勇呢啲咁間，有嗰一段時睇到佢，一陣間成個黨棍咁個樣又係。
咪呢啲以前未水落嚟香港伏喺度，咁咪而家蒲頭啫嘛，係嘛？帶咗翻叫黃江啊！你有啲有咩問題？哦，咁啊，當然仲有好多問題啦。咁啊，其中一樣咧就係、是、有而家話有啲警有個警司貪著數，嗰幾千蚊俾人判咗喎。呢單嘢都幾神奇咯！即係如果通常做到呢啲警司上去咧，都好多。咪好多人教佢啲社會經驗嘛！你一個環頭手，人哋出走牌，你去攤呢咁嘅小著數回扣替死咩？係咪啊？以前我哋都救過幾個夥計啦，佢真係沖涼揼骨，我僆仔你快啲俾錢啊！碌卡添啊！收你接投訴你都冇所謂，你都碌卡啊！即係費事俾現金話俾人話你冇俾啊，係咪啊？冇著數噶嘛，冇益噶嘛，有時老年放幾叉多針喺個社會度啊，係咪啊？或者你有啲人大大聲茶樓飯館講句嘢，啊人哋真係收到風嘅掟個投訴你都撲街啦，開個快佬。咪呢啲唔明佢點解死喎？呢啲係死得呢啲係冤差講你幾千人又食糧又剩，仲話明日之星守到灣仔都唔～都有關係先到灣仔手呢個啲大環頭嚟噶嘛？俾人過一棟、啊。唔知跟邊個常學嘢㗎？呢度咁啊，警司呢條警司仔，我睇佢睇報紙嗰條茂山嘅，即係九流咯。如果識我哋啲人，唔會咁蠢嘅，請都唔制嘅，唔好話去你度啊！你一個自己喺嗰個地喺個環頭下邊，係嘛？呢啲叫上行下效。唔係，呢啲係好渣，完全好警惡性。請都唔可以去嘅，上面又係咁事，下面都係咁噶啦。講咗幾耐？仲有20分。所以佢嗰、那個呢、這個係好冤枉嘅，又冇糧食，真係大禍。如果真係呢件幾千蚊喎，搞到我糧都冇埋。唔係啊，呢啲亦都可以睇到警察部嘅文化咧，就話佢哋而家各自為政咯。呢啲咁嘅環境咧，你啲大 Sir 咧，有時要開呢啲咁嘅。聚餐會咧要 briefing 噶嘛，要教佢哋點樣做人嘅，真係要警覺性噶嘛。而家少咗呢個文化，即係你通常你大家成日有聚會嘅，你要坐埋，要成日要講嘢，喂，呢啲又制唔過嘅喎，啊，你幫人還幫人喎，你都擺把劍仔吉到自己啊嘛。我要我一毫子我都冇著數嘅你咧，我幫咗你或者少少方便咗你，你吹我唔漲，我完全冇利益噶嘛。即係呢啲係搶到家庭一咁樣，但係嗰警察部文化係曳咗嘅，個個都以為啊，我揸正本天書嚟做，但係有啲燈下黑噶嘛，你一唔覺意會死噶嘛，佢哋冇警覺性咯，即係證明你而家你警察部嘅一哥咧落嚟啲人咧唔夠班嘅，都唔夠班，你去到警司點會蝦呢啲咁嘅嘢咧？因為呢啲係好好笑，派幾千蚊嘅，係啊，好好笑，即係話證明你嗰個管理文化同埋你嘅洗腦教育文化咧係冇嘅，即係你係管理不善嘅，你警察一哥，佢呢啲咁嘅人出事，而家你曾偉雄有責任㗎，你管理不善啊嘛，貪大貪多啲又冇事喎，你個警司冚家產貪1000多萬都未有事喎，嗯，哇，你抹仔醒啫，咁差醒。佢呢啲係管理不善啊嘛，係咪先？啊，所以證明你嗰啲幾千蚊啊！而家你呢個咁嘅咩啊？我哋起個名叫做低調一郎啊嘛，係嘛？低俗一郎，佢花名我一哥，你起個名叫做冇料咯，睇到冇料咯。嗯。即係你都管理不善，你點樣管個社會咧？令你就咁高級嘅，佢唔係老散嚟噶嘛？你話你管嗰啲啊柴啊老散啊，佢貪著數唔出奇，貪幾千蚊。你到警司嚟講有成10皮8皮人工噶嘛，係唔應該會貪你著數噶。你都亦都唔應該到呢啲場所添啦，喺自己環頭嘅檔口，係咪？即係呢個係證明佢警務處長管理不善。我私人意見。啊，咁啊呢、這個講開。管理不善問題咧，好多人都係管人唔管自己嘅。咁啊，有講啊，呢個牧師咧非禮啲女信徒啊，點睇咧？好多嘅，咪呢啲爆出嚟啫。梵蒂岡好多。唔係，你就呢啲亂龍。就嗰啲僆仔都好多噶，佢唔爆出嚟啫。你唔好當佢嗰啲清流嘅人物先得㗎。佢哋人嚟噶嘛，佢唔係真係神嚟噶嘛。
咁但係你個個都話要守個教嘅規矩，咁我哋要行一啲正當嘅路，咁但係你講個人自己都其身不正喎。佢話呢樣有少少同情嘅，即係如果佢呢啲人禁欲嘅話咧，牧師結咗婚嘅。唔係佢結婚，但係如果佢未結婚，或者佢啲人天生嘅嗰個性衝動嘅心理咧係脆弱咧，佢會情不自禁嘅，有啲病態嘅有啲人，但係佢自己都唔知嘅。但當然你唔可以用辯護理由啦。你點樣過？你點樣去揾個精神醫生或者心理醫生證明你要有呢個咁嘅偏向咧？即是話你有些人咧喺呢方面咧個克制能力係弱嘅，人就是人嚟嘅，會嘅。嗱，等於而家你問翻啲年輕人啦，你小學生或者中學時，你真係坐巴士，你有地鐵，冚家有個靚女喺你面前搞下搞下，你都揾個書包冚住下邊啦，自己無端端扯旗啦。呢個我會知道有冇人攞個書包冚住。係你唔係我哋睇世界咧，要真實睇個世界。所以話佢去到呢個臨界點咧，呢個牧師咧，佢係手多多頂唔順，係一時衝動嘅啫。但係佢喺法律上佢唔原諒你一時衝動嘅嘛。你係唔應該有呢個衝動嘅，就算你普通人都人哋唔接受你。有啲神父係即反嘅。唔係，就算你普通人都唔可以接受你嘅嘛。所以要有啲方法咯。嗱，譬如話正話我哋講話。你見到那個永恆套電影那個老闆娘咁靚嚟引誘你，你用乜嘢可以降嗰個火咧？呢度啊，同大家俾啲方法，大家整盤冷水淋落去啊！唔係冷水，我哋有個方法咁嘅，一見呢個女人咁靚咧，跟住你即刻諗，如果佢冇咗浸皮咧，係點先？呢、這個靚女你坐就俾啦，而家我哋成時喺外國睇嗰啲脱衣舞啊，喺泰國睇嗰啲人脱衣舞表演啊，我都有咁樣練功啊，但好似有人教嘅，你一望落去，好啦，佢冇咗浸皮，乜即係梗係唔靚啦？如果嗰個靚女冇咗浸皮，點會靚咧？血淋淋啦，你諗下個影像咧，又血淋淋，哇！跟住冇咗啲肉，冇肉咧，咪血淋淋之中有棚骨喎、啊，咁你已經係。那個落肉火呢你已經降一半了，哇這件事。好了，如果你再強項一點呢，你再想這個女人呢，原來呢是蛇身人頭來的，她變了她那個陰部那個位置呢，變了個蛇擘大個口的，你當堂驗了大佬，即是說呢你一擠入去咧，你就當堂死人。咁你咁樣諗咧，你就當堂自己冇曬火噶啦。好大鑊喎！如果對住老婆咁樣，係啊，女朋友咁樣咪大件事。所以喺古代啲我出家人咧，佢一收個白骨罐咧，俗家人唔收得噶。有啲俗家人收個白骨，嗰度諗到咧，成棚骨咧，真係喺你面前現到出嚟咧，係好有俗家人唔收得嘅。有另外一種，有另外一種，但我哋一諗到咧就老婆飛你。呢個女士，佢一唔著衫，冇一浸皮，跟住你再諗到佢下體咧，一變咗條蛇擺喺度，擘大個口咧，你就已經冇咗慾火噶啦。嗱咁啊，俾啲方法男士，大家可以分享。你有機會見到靚女，你心動，你諗啦。阿博士話俾你聽，你諗呢個女人咧有條蛇擘大個口。不過唔好成日諗。係啊，以後就咁廢咗武功啦。你會避到嘅，你會避到嘅。即係你起碼你降咗嗰個火先。佢試過有個龍虎武師喺台灣出事啦。就係、是、人哋個大哥話明嗰個女人嚟咗係嗰個大哥嘅嗰啲雞丫老婆嚟噶嘛，佢都搞啊，俾人圍酒店噶，佢就係突一下剎那間衝動，唔記得咗人哋交代過佢嘅，都走去撩啊撩，搞一搞都出事噶。我牧師我相信都係咁上下啲嘢，佢哋冇呢個功夫嘛。如果佢起呢個淫念嚟嗰陣時，呢個慾念嚟咧，你即刻諗有條蛇就話得噶啦。
你即係好多就係話你借用嗰個職權上面嘅問題，定即係唔係騙人哋個信任咯？嗰陣時佢係去到呢種嘅嗰、那個心魔嚟嘅，心魔嚟嘅。你要有我哋呢叫對峙方法咯，即係我哋對峙方法嚟嘅，係我哋行盤嘅對峙方法。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喺游水啊，周圍見到我哋靚女啊，咁我哋一諗咧就當堂冇人噶啦，靚靚都死嘅，靚靚都死嘅，一諗咧就已經係行屍走肉咁咯，完全可以去控制到嘅，有方法嘅。嗱，咁啊呢個就牧師嘅問題另一回事啦。咁啊有人問咧，陳振聰引用就個呢單案咧引用陪審團有冇問題啊？好聰明添啦！如果佢哋個司法制度，但就對我哋唔批評佢啦，因為呢個係司法程序，我哋誒冇意見嘅。但係喺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喺以前英聯邦國家，佢為咗公正揾用個陪審團，即係等你冚家鏟連上訴都冇得上嘅啫，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哋去到呢步咧，就都比社會公正差唔多公審咁滯，係咪？你問我係啊，係人哋話你喺英聯邦國家好多都用呢個制度，美國仲犀利，美國大陪審團制度添㗎，即係與事公正，即係唔係話我個法官幾個法官審你咧，或者我哋幾個都有偏差，你有藉口。佢臨到佢結案陳詞完咗之後，個法官俾個冊子出嚟，未俾之前，咁啊要引導陪審團嗱，你根據呢個 case 喺有幾個喺邊個點之下咧，你喺呢喺一個法官點度咧，如果你咁樣上咧就係 no 嘅，佢哋認為誒咁樣諗法咧就 yes 噶啦，啊，咁啊可以抗逆噶啦嘛，可以罪名成立噶嘛，即係你咁樣諗咧就可以放嘅，係咪？所以佢哋都，所以佢英國嘅法律制度咧，係唔係你普通人玩嘅？去到咁上下咧，好多方法嘅，好多方法，你連阿飄你都冇噶嘛，好犀利噶！你唔可以同法律作對嘅，因為佢哋好多法律陷阱嘅，即係成名嘅律師，佢就係因為佢識得嘢多有經驗，知道點樣去行運用嗰個法律陷阱。等你跌咗入去掹唔翻出嚟啫嘛，打官司得都係咁啫嘛，即係大家都讀嗰部 law 噶啦。點解我嘅律師費又係收30萬一個鐘，你又5000蚊一日都冇人請咧？即係大家都係讀嗰啲 law book。都係嗰堆嘢咧。冇理由你多過我噶嘛，係咪先？咁有啲咁貴都咁平咧，就爭在佢嗰個人嘅運用同埋佢嘅智慧，睇唔睇得通裏頭嗰啲機關？即係等於我哋佛經都係噶，譬如大家都睇嗰本心經，嗰心經得嗰200多個字，大家你係有啲係倒轉頭都念得到添。人哋睇嗰段心經，你睇嗰段心經，人哋識得用，你唔識得用，分別喺呢度。用啊，作用啊，幾時用？點樣用？譬如你心經，我幾時用？邊句説話？啊，喺個世間喺邊度用？佢而家佢打官司嚟噶，佢嘅法律係嘛？佢設計好多嗰啲咁嘅訴訟嘅程序啊，嘅程式啊，你認為俾佢誒贏咗你先啦，亞飄贏翻轉頭，呢啲好高深嘅技巧嚟。仲有啲咩問？啊，咁就問翻點解咁多政府工程咧？政府即係工程要賠翻錢俾啲承建商嘅？哦，呢、這個問得好啦。係啦。真係冇乜嘢，我相信冇乜嘢市民知嘅。嗯，據我手頭嘅資料咧，係好多涉及懷疑係有政府部門串謀啲承判商咧，特登留低啲手尾等人 cam 錢，拉繩仔。係啊，因為你 cam 政府最好咪實有 cam 噶嘛，所以這件事呢樣嘢咧。在回歸後，我哋知道好多工程，不論大細都好啦，好多人 cam 過好多錢嘅。好啦，你 cam 錢咧，咁你政府咧冇話開花會再追究邊個人落廳打，邊個人睇呢單工程，
點解你初時定啲份合同定得咁唔清晰咧？冇錯，係咪啊？你又請我咁多差顧問公司搞嚟搞咁多錢，但我聽翻嚟嘅傳聞消息啊，喺市場上聽翻嚟嘅某地建築商話俾我聽，係可以有人咧係有啲工程咧係串謀到嘅，即係我做合同嗰時做漏啲嘢。或者我做呢、這個工程嘅代表政府去監察時間咧，我又加啲花生上去，你後加費又成，搞咗兩搞咧，就搞到你咧就當係申請嗰個賠償啊、索償啊，可以有噶。所以呢啲你家司機師要跟噶、哦。所以我嗰時我講你個地政署啊、屋宇署啊、規劃署啊、環境局啊、土嗰咩公務局啊、啊仲渠務署啊啲閒話，你可以開快腦噶嘛。好多蚊繩㗎，你唔知㗎。而家你嗰個醫管局嗰個藥物啦，藥物管理啦，而家先至話早幾個兩個禮拜，個幾禮拜先話有立法會議員質詢佢哋啊，同埋民建聯嗰議員，就係佢就完全透明度唔高嘅。你點樣買藥喺邊度買翻嚟啊？呢啲藥咧有幾多個國家出嘅？你唔買嗰、那個要買呢、這個，有冇點樣開廳打法？點樣擺入你嗰個藥物嘅名單？而家你跟緊㗎，希望你落力啲咯，對市民好㗎。多啲人爆料啦、啊！多啲你對市民啊，咁呢個係影響成個社會㗎嘛。我而家我哋嗰個睇嗰、那個睇嗰個高永文又話，而家搞啲街市裝冷氣啊，咁又要研究啊，又要開會啊，你有冇傻嘅條友？你嗰啲咁嘅街市咁污糟邋遢嘅地方，你搞全面式嘅冷氣咧，實死啊嘛，中央系統。那些細菌咪周圍傳播咯，佢嗰啲好簡單嘅，擺兩部嗰啲十噸八噸嘅坐地機，就周圍教啲揈頭嘅，好似馬來西亞嗰啲有嗰涼水吹出嚟嘅。其實而家有啲街市都有。有啲清水啊，有清水喺個把風扇吹出嚟嘅，你又降温幾度啊夠啦嘛？你想學人哋整到日本仔咁靚啊？佢如果搞呢、這個又係整啲咩工程又成又喺度呃錢，又嘥錢又成，係啊！佢喳喳聲咧，褪翻曬啲咁嘅中央嘅市政大樓咧，學我哋上數幾日講，間開曬鋪位收租，留翻開曬地會俾地嗰啲地方俾人哋做多啲街坊嘅驗身啊、中藥鋪啊，等啲中醫師有工作做啊，啲中西醫合璧嘅診所、牙科診所、驗眼嘅好過啦，個個區係嘛？冷氣可以教，但係唔係咁樣教法咯，唔係照正常咁樣教，係擺兩部降温嘅啫。但係咧，你又靠嗰啲搖頭嘅風扇，有水出嗰只出嚟。我哋坐喺露天大排檔，有把風扇周圍都好舒服㗎，舒服㗎啦。佢有涼水㗎，佢雪水噴出嚟㗎，佢唔係話清水嚟喎。佢買嗰啲咁嘅冰塊浸住啲水一路噴出嚟，好清涼㗎。咁你全部成個街市降曬温㗎嘛，啲人又好舒服㗎。空氣又好，啊、所以佢呢啲咁嘅殘神咧，就真係冇興嘅。係，正話你仲有講咩問題？有啊，多頭呢樣關於你啦，有人批評你喎，近排就話你啊啲功夫仲勁過神君同埋呢個老幹部喎、啊。咩老幹部啊？話你嗰啲功夫啊！我勝過啲老千，梗係勁過啦。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喎，老千神棍唔簡單喎。勁老千喺世界行業度嚟講咧，好叻嘅先做得。佢老千嘅師傅正式老千收徒弟都唔容易嘅喎。你都叫你呃人咁容易呃，你呃俾我睇下所以佢哋呢啲咧就搞錯曬。最近我哋睇人網嗰啲咁嘅討論區咧，又多咗老千啦，我一期嗰個啦，老蕭又俾人話老千喎，黃毓民又俾人話老千喎，所以搞到咧，但係佢哋抬高咗我哋啊，老千好難做得到嘅。千葉老千嗱，譬如佢一講老千門八將嗰個千門咧，譬如話你有嗰行成功嘅老千咧，你比一個行業咧，你都唔夠佢叻嘅。譬如話你啊做玉器，佢同你講玉器嘅歷史啊叻過你，講玉石嘅知識啊多過你，因為你唔會俾佢吸引噶嘛。就係你要老千就要令到你俾佢吸引到你，你先要落答噶嘛。即係等於譬如我呃錢，我想賣啲產品，
或者我賣基金，或者我賣現所，我要講到你落搭喎，大佬，係嘛？因為你唔會落搭，就以前佢推銷嗰啲咁嘅迷你債券，迷你債券咯，係嘛？或者推銷啲保本基金又唔保本嘅，啊，咁你會人哋落搭先得㗎，即係或者佢推銷啲倫敦金，你叫人哋入錢俾佢户口，你要點到人哋入先得㗎？冚家產可能好者合同又冇乜差都冇，有咩手照又冇。你會唔會入呢？但佢都可以點到你入呢，呢個係唔簡單嘅。即係當然你老千嘅分大小老千㗎嘛，但正式大老千唔難做㗎。所以佢哋話我係老千神棍呢，第一我都覺得貶低我嘛，都未夠班㗎嘛，得即係，但我梗係唔止個級數啦。一嚟你老千呢就要呃人會有手尾犯法嘛，但我哋呢就話明呃你個唔家產會俾我呃㗎嘛。是不是你自己中國佬話嚟？唔係我話明白，打死無怨。唔係我啲水林間間，我喺揾個信，有陣時佢搞出嚟噴嘅啫，賣咁差貴嘅，話明呃你噶，你吹啊！好啦，你啲搞神棍咧，你仲要借個神，你去做條棍去呃人啊嘛？但我唔使神都呃到你噶嘛？喂，我就係神啊，大佬，我個祝福文話明嘛，你同我都係神，仲犀利過神棍噶嘛？但佢呢次搞搞啊幾好嘅喎，我哋原本我嗰啲集咧就冇多，有咩特別？兩日超過5000人點擊睇啊！而家嗰啲人搞嘅，一搞搞多啲啊！咁啊，嗰條友咪佢係有個起源嘅，佢話我鬧嗰個咩人力嗰個主席，我都咪鬧佢啊！我即係話你黃毓民幾廿歲，同啲僆仔嘈嗌交，你嘥氣啦！你又唔會聽啲僆仔意見嘅，你又扮老屎忽。咁你咪自己而家佢自己行開咪自由自在咯，我覺得啱唔啱啊？你咪等佢嗰啲小朋友自己玩泥沙玩叉曬佢咯，係嘛？三萬同自己玩咯。所以我但佢哋好怪噶嘛，佢哋啲咧好低 B 嘅人嚟噶嘛，即係嗰啲個我哋叫優秀低 B 一族啊嘛。即係佢哋咧就變咗咧，人話搞政治，佢話搞政治，其實係搞埋堆柴娃娃，即係話咧啊，我自己要捧呢檔嘢嘅。俾人踩就冇面，嗰啲友咪喺度作啲嘢出嚟，話乜，我哋唔，我哋咦啊幾好玩喎、啊，我都玩佢哋一招啊！玩咗咩啊？玩咗佢，因為我網友問我喂阿 Sir， 有人話你乜喎，我唔緊要，哇你話我超越啲老師神棍啦，貼上去得噶啦，超越我自己，我認為我超越噶。你要你老千犯法噶嘛，我唔犯法噶嘛。老千唔敢見人噶嘛，我講住，我話明我名見人噶。你個網後邊啲人家產古靈精怪，咁你乜水我坐，但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係嘛？我而家超越過曬佢哋啲神棍老千啦。我連神都連易經都燒埋噶嘛，係咪先？我嗰時打爛好多佛像啊，拎去吊嘅，叫啲人我幫手吊，叉曬落去嗰啲垃圾缸度，超越噶。但佢哋幫咗我嘅，因為有啲人唔睇咧，而家佢哋真係睇啲節目咧，咁佢吸收幾多佢嘅事咯。但係有啲人有條盲毛咧，蠢到冇腦噶嘛。佢話我攞啲印度電影周圍 copy 派，誒都唔知係唔合法。我梗係唔使驚合唔合法啦，我望佢告我噶嘛，大佬。告我咪出名咯，有咩事？唔係佢告我翻版，但係你上 call 咪原來我唔係賺錢嘅，我哋做研究用途同埋派俾人免費俾人睇做推銷社會教育嘅，咪任差你罰錢咯。但我打官司嗰時候我會有出名噶啦嘛，阿差會唔會咁？喂你我所以叫人謀你啊！你快啲叫佢告我添啊！話我攞啲電影版權嚟周圍派啊，係咪出名啊？係咪啊？如果我要嚟賣錢逃利咧，我都係罰錢啫，都唔使死啊嘛。唔使噶，係咪啊？但佢啲係傻仔啊嘛，佢又睇唔到我只光碟咧。有套電影係50年代嘅，點冇沙曬版權啦？超過60年咁滯啦，30年都冇版權噶啦嘛！啲咁嘅流通，啲咁嘅文字影音，嗰啲人咧，你要知道咧，嗰啲咁嘅網台咧，好多嗰啲遊魂咧係唔識嘢噶嘛，就扮識嘢噶嘛。有啲有腦有亂，有啲後生唔識嘅，有啲啊老懵懂，係嘛？咁啊得閒喺度啊，喺個箱仔後邊睇完四仔啊，冇嘢睇咁啊，見到我哋呢期
咁差多人搞，又可以賣水又賣得咁貴，啊！佢都想攞啲水買賣，賣唔到，啱唔啱？有係咪啊？特別啲傳銷仔啊，仲嬲添呢條友，咩一個人都賣到咁多嘢嘅，咁啊頂唔順咯。同埋佢又我又可以講粗口，佢又聽唔慣，聽佢扮紳士。屌你聽唔慣，咪教堂咯，冇叫你聽我啲嘢咁啊，大佬，你一聽神父講嘢咯。等下神父幫你執劑啦，可以係咪？等下牧師摸下你個攞皮咯，係咪？啲傻傻地嘅班友，所以我哋得個笑字，但我玩佢劑㗎。我叫人鋪上去，咁咧就有人問我咧，我嗱呢啲氣量瑜伽嚟嘅，呢個比較好深嘅。喺我哋嗰個瑜伽部嘅修法咧，去第三層先修到嘅，我未成功嘅。正式修氣量瑜伽修到成就咧，好犀利。即係話，以前你哋睇嗰啲故事都睇過，話有個大菩薩，佢變身做妓女噶嘛。疏忽管用。係啊係啊，即係話佢玩到個世界咁樣玩嘅，千變萬化嚟玩嘅。而家我咪整個叫啲人貼上嘅，不如你話我超過大老千做大神棍嘅，唔止嘅，咁啊寫上咪等啲人反應咪玩你有咯，咁你吹啊？而家我仲你話我得五十分，而家我咪我五十分冇獲得十分啫喎，得唔得？係咪啊？呢個係好厲害，你當呢個世界係，因為你係既然間呢個世界係虛妄不實嘅話，你就可以玩呢個戲到而家。這個非常深奧的，即是說氣量瑜伽，因為完全所有的語言文字都是遊戲一場來的，即是我們看這些永恆電影，我們不會 有傷痕的，即是這個就是世情來的，在他那個 level 的人物，他應該是 會受這樣的傷害，會自己製造這個這樣的惡的因果出來，男女都要這樣死法，是很低檔的，我們看，即是說他是不懂得處理的，沒有智慧的。如果你高啊，你高深的人物呢，你不會受牽引的，是吧？但我當然不可以教你怎樣令到那個女人 又可以探世界，又可以沒事，啼笑皆非，我不教了，你大個心裡的學問。你可以搞到個老細咧，話俾個老婆你搞咧，咁咪一流啦，係咪啊？你冇咩功夫，呢啲我可以做得到嘅，但呢啲又唔教人噶啦，呢啲比較呢啲係深奧嘅學問嚟噶嘛，係咪先？因為佢嗰個老闆好多女人噶嘛，佢唔止一個噶嘛，係咪？你咩辦法令到個老闆話俾靚仔唔好啦？你呢件嘢俾你啦，咁你咪皆大歡喜咯，啊！咁你又唔使自殺咯，係咪先？所以呢個比較深奧，但咧你正話講呢啲咁嘅啲人，你我哋都會驚人詆毀啊！啲完全啲正常都唔正常啦、啊。我又咪冇人讚賞我嘅，你讚賞我仲撲街啊！你咩資格讚我？你詆毀我都唔嬲喎，我一定唔會嬲。但你讚賞我嬲喎、啊，因為你個冚家產唔識我，你讚我替死咩？係咪？你咩資格讚我啫？係咪啊？我不是現在講的那些話，我在中國的時候多大官啊，人家在麥克風說這個香港大前線家怎樣講，我罵到仆街啊，我說他們有不吃我的，你不要聽他講，我不用這些人讚的，在現場啊，當晚很多大官來的，我都這樣疾人，那個幹部被我疾到面懵懵，現在不吃我，你怎麼做司儀你就做咯，啊！你話介越國先生出場咪算咯？啊！一個香港嘅社會做好多社會工作咁啊夠啦嘛！乜猛講一輪我啲好話聽，喺度擦鞋，佢即刻鬧到撲街啊！完全唔俾面噶喎，差唔多啦嘛。話陣間咧就繼續講嗰個好人好事。好人好事啊！講好人好事，係喎，賭石喎，係喎，今晚講到石好啊，好啊。介紹有趣嘅嘢，我繼續，繼續啊！大貓有咩嘢？阿多啊，你係咪想介紹一下啲好嘢先？我今次第一次俾咗你啊！唉，試下啦，正嘅，你唔使介紹，俾我玩嘅你試下。我第一次食煙嘅啫，我成世人都未食過啦。啊，試下玩呢個土耳其水煙又真係幾鬼得意嘅衰鬼。好玩嘅，好玩嘅。
噗噗聲的，可以很自由的，即是你那些是很悠閒的人才搞這些。他又挺得意的，那些這麼大座椅，但是他是香，但又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煙味。那些人問問題，還有什麼問題？最後呢，有些人想知道一些關於都是財富的東西，就是賭石，賭玉石，不是拿一塊石頭就賭的模擬。我鋪上去，鋪上去呢，因為最近在中國呢，很多個地方呢就流行了去賭這些玉石，很多地方添，很多很多，在尤其是在南方，在雲南啊那些、但我聽說很多人會造假的。首先不要講假先、第一個結論、第一個給大家的意見是不鬥得的，不鬥得，不鬥得。為什麼不鬥得呢？當然我們不懂看，我當然不會鬥，你給我石頭，我不知道做什麼，我是揼人就差不多。他背後有一個根據，就第一個根據、嗯、譬如說在緬甸，在那個專出產玉石只有兩個地方，一個老廠，一個新廠，我們叫老坑、老坑種的地方已經是靚的，已經沒有了老坑，新的那些就輪種都有了、嗯，但質素都不及老坑。但你要明白，在緬甸只有幾個家族，你挖到石頭出來，第一陣人家有眼光已經揀起了，是吧？我又再經過緬甸那麼多個市場，大小市場，再落到雲南，你到深圳呢，起碼已經起碼十幾二十陣人看過，怎會輪到你有好處、啊、沒有好東西吃、啊、但是呢他們現在呢就搞到呢，就當為因為他不用拿個賭博牌，我們鋪了一些資料上去，就說有個牌掛在賭石，那有石頭賣給你，真的是石頭，他有便宜的，真的是石頭，真的是石頭，那一百個都值一百個會輸，所以為什麼說大家不鬥得呢？就沒有理由了。好了，哪些人鬥得呢？你現在你要廣東道，因為他賭石他是沒有劏開個窗門給你看的嘛，好像我這舊那樣，我拿什麼，我都輸了，我這個我特登揀過我輸了的給大家看，輸了的輸了的，這舊我都很簡單的，這個石頭我裝了很完整的，咁我賭翻嚟咧，我唔使一萬蚊嘅啫，我貴嗰啲又唔係咁賭翻，我貴過睇出。咁我諗住你呢度，你咪睇下綠色㗎。係啊，係嘛？係啊。我賭佢咧，如果有分口咧，我騙呢塊嘢騙出嚟，我都賣翻兩三萬蚊咁啊！如果雙埋鑽石唔止，咪嗰靚啊，係咪睇到有綠色？咁咪賭啦。我開咗咧就一毫子都唔值。是吧？一毫子冇水冇種，唔係一毫子都唔值噶嘛。即係你擺十蚊人工，你都死嘅。即係你要擺人工來切角啊，再挑咩件都挑唔到嘛，嗰件都挑唔到啊！你挑個肉扣仔都人工噶嘛，有單冇出水，即係你賣唔翻錢嘅，係輸曬嘅。即係話咧，我自己賭啊，因為嗰次我佢有啲成班人嚟咁啊，留下来玩玩狗啦，我都揀下咁啊，撞下再嚟都死噶嘛。哇！你鋪頭嗰度求其執一嚿都好舊，好過啲舊喎。但你賭石你睇唔到嘛。所以啦，如果大家去去點樣去咧？有啲咧就有造假咧，就話佢一嚿石，佢開咗兩個窗門，俾你睇到嗰啲係好似好靚嘅。但佢造假嘅。佢係塞一片嘢，批一片落去咁啊，好靚。咁樣所以咧就係、是、你都唔係嗰行，咁你實輸噶嘛？點解我話你去到 Burma 有啲人得一幾個家族佢哋讀一個？佢老豆教仔，譬如佢三個仔，佢教兩個仔嘅啫，女唔教嘅。費事傳咗俾外姓。大佬你發達噶嘛？點會教你睇蛇啊？係有專人睇嘅，即係幾個家族發達嘅。佢
唔教你嘅嗰個秘傳嘅方法，據我所知，因為我哋睇過一嚿好靚嘅石，但佢唔會話俾你聽嘅點樣睇到。因為你嚿嚿都係嗱，好似嚿嚿啲皮都係一嚿，真係一嚿石。有個面頭都有分嘅，但佢唔教你嘅。我所以佢流到嚟出嚟呢度咧，你係冇著數。唯一咧，唯一你自己係行家，好似我哋做呢行，你去到深圳或者雲南或者喺廣東道，有啲人攞咗落嚟咧，佢劏開曬嘅，即係劏開咗我而家咁啦，睇到曬啦，睇到曬劏，而家好興劈開一半嚟俾你睇。劈開曬啦，你睇曬。但佢哋都要你價㗎喎，要咁我咪貴好多，即係話，即係話如果人哋喺 Burma 嗰啲老闆，佢睇到嘅咧，佢都劏開咗嚟賣啦。係啊，佢唔會俾你咁去賭啦嘛。即係佢俾得你賭咧，佢都睇唔睇，知道係冇料到嘅。你好難嘅，尤其經咁多有經驗嘅人睇嚟到去深圳啊。哦。我但係劏開咗唔同，我劏開咗咧，你自己做嗰行，你知道呢嚿石我點樣入手？怎樣去切割它來做什麼飾物的件，每一件的飾物、啊、挑龍挑鳳挑牛挑馬，可以跟著石紋來做呢，那你就計到賣到多少錢咯。那你那個石的、品種那種那個質地有一種價錢，還有你挑了藝術品之後呢就另外一種價錢嘛，那你就計到數。那譬如通常如果你在個市場度，你在行你買十零廿萬咧，你賺五六萬咧就賺到嘅。但你都嘥時間噶嘛，因為你又要卡又要剩，又揾人做，有做咗之後要賣啊嘛。你唔會蝕本，但係即係劏開十嚿石，你可以去賣嚟玩。但你要賭石咧，就奉勸大家千祈唔好。你啊，如果有朋友話翻去深圳人啊賭石，你千祈唔好鬥。誒，嗰啲話開個窗口都唔好。開個窗口都是賭的嘛，是啊，啊，他都是賭的，他看到之後你進去，不好像我看到那樣都輸了，我看到面頭那陣你入面不是的嘛，所以就要警惕性很強，千萬不要鬥，千萬不要鬥，鬥不過的，所以現在你國內呢就龍蛇混雜添啦，他們有錢賺的，現在很便宜的，他有些好賣到很便宜的，是嗎？是啊，有些幾蚊幾廿蚊一公斤嘅啫，啲石頭。咁有啲人攞啲石頭翻過嚟搏下嘛，自己搏嚟計下聽係唔係都好噶，賭一百幾蚊都賭噶。有啲石仔好細嚿，一公斤啊幾廿蚊又有，百幾又有。咁、好似呢啲都好細塊嘅啫，都唔係大塊啊。咁嗰啲有石你睇到貴嘅啦嘛，即係你真係搏啊嘛。佢嗰啲有啲佢都賭噶，而家賭到好熱鬧啊！咁大家千祈唔好鬥咯，係嘛？你當是買個紀念品的嗎？那麼問題呢就沒什麼了，但是就有些是就有人問呢，你們那個這個市場上面呢很多不同的病疾病的療法，那哪些是最好的呢？有效就好了，有效我都知道，你撞買覺得第一次覺得有效，那你就可以繼續了。但呢就最大功勞呢都是自己本身的療法最好咯，即係話你夠膽，我即刻將所有食物咧全部調整曬，即係將平時嘅飲食咧即刻揾一個上網，慢慢將嗰啲清食嘅菜單即刻執行，乜嘢毒素都冇嘅，清到到底嘅。咁啊，最好食素啦，一個長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跟住咧就真係要飲靚嘅水啦。你真係如果你有病咧，你飲香港啲水喉水或者唔靚嘅水咧，就真係幫你唔到。嗯，真係曬太陽，用翻你自己人體嗰個自然療法去修復翻、修補翻自己，呢個係最基本好嘅。咁如果你話個人體氣血唔夠，或者揾啲植物嘅做草藥，培補下咧，呢個不妨揾啲好嘅中醫，即係執一兩劑咧。但最重要都係你要將個生活習慣咧，全部要改變曬。即係我唔翻工唔做嘢，我呢個時間咧兩個月一個休息嘅啫，就調理身體，就練功，
咁咧就 OK 嘅，呢個最好嘅，好過你在市場度撞下撞下。我話如果話啲人仔學，而家佢哋搞咗好多啲有少少手段啦。初初又開咩講座班咩班咩班又唔收人錢，咁同講我一定要收錢嘅，我唔會同你搞免費講座吸引人哋先。啊，有啲人唔係噶嘛，即係走去搞免費講座吸引人嚟啊，跟住咧然後先搞第二樣嘢噶嘛。即係但我哋調轉嘅，我收你錢。譬如話我哋遲啲咧都，遲啲我都會搞個講座咧，搞啲保健講座。保健。我搞個保健講座我就唔當班，因為我上次都講過嘅。咁咧就係、香港出世中五以上嘅學歷，你會考係咪咁冇所謂？我俾佢哋訓練一班人咧，佢多門手藝嘅，即係多門技能喺身啦。譬如佢參加個班，我就我自己本身就嗰、那個班咧就唔係收學費喎，就係話如果佢捐錢俾我哋個文化中心，我應該嗰日同我秘書講係3000多元嘅啫，3000多元咧，我哋要嚟送嗰啲字典或者書啊落鄉下，咁我佢又可以參加我哋一個講座咯喎，即係我哋有呢個講座班，就免費嘅。學呢、這個咁，我哋可以報名。唔係，我哋有我哋特殊嘅保健手法啦。好啦，佢參加保健班之後咧，就佢哋有條件，因為將來咧佢哋如果學埋去工聯會啦，因為工聯會最好。就我唔想嘥時間開嗰啲手力班嗰成咧就。而家我都決定唔搞啊，黐身啊，我唔中意困身啊嘛。但佢學過手力急救班同埋中聯會咧，最好學一個有個全國拉伸嘅按摩班嗰個全科咧，就最好嘅1000多元嘅。我但係如果佢唔學嗰個全國性嘅按摩班咧，佢就算去工聯會都好平嘅幾百蚊嘅按摩嘅有啲證書班啊。你唔一定話做腳板按摩唔係嗰種嚟嘅，即係你多人做保健嘅按摩，但係佢點解要學埋我哋嗰個班有用呢？我有嗰個心法俾佢，即係你變咗唔係話純粹淨係幫人按摩推拿啊，即係你係幫到一啲人有啲痛症啊，你好咗咧，咁你將來你自己再一路去進修學習咧，你咪有一技之有一技之長咯。隨時話啊，香港共產黨唔搞咯，解放香港咯，解放軍入嚟咯，全部收工具咯，攞你移民走難啦。咁你又你揸住我把沙板，揸埋呢套功夫，咁你去到外國周圍人都識噶嘛？緊有人唔痛噶，緊有人有痛有唔有成日上年幾個又腰骨痛又腳痛又手痛，你淨係食啲劍州鹽都揾到食啦，唔好話講呢啲咁多嘅。我就係腰都唔醫啊，費事麻煩啦。仲係醫手腳嘅啫，係嘛？今日我先醫一個啦嘛，十年都唔好啊！睇咗好多醫生，個的士佬佢打埋老婆嚟，我就一計數佢，佢話唔安成到唔安成，唔接佢單生意。唔接啊！我佢而家唔接啦，佢醫唔到噶嘛。佢吳醫生係醫嗰中風後遺症得啫嘛。你嗰啲針唔係話萬能噶嘛，去到嗰度唔得噶啦嘛。哇！咁你佢又成日睇我咁耐西醫，又睇咁中藥，咁我都唔敢介紹佢俾我嗰個英國嘅骨醫博士醫啊，因為知佢醫唔到啊嘛。好啦，我嚟到咁誠意，佢成日嚟幫我買嗰啲水嘅，佢唔敢麻煩你啊嘛，郭生我唔緊要，我難得我今日得閒喺度，我幫你手睇下試下啦，3分鐘都唔使，我就用我沙板，但我自己親身入手啦。佢即刻話：哇！點解咁犀利㗎？有咩理由？所以呢個係比較神奇。我一點解佢哋醫唔到咧？我佢哋帶唔走你嗰堆垃圾塞住啊嘛！你針完之後啲垃圾喺度，你真係正完骨又係喺度。推拿推完之後整鬆咗，佢成日都真係做推拿㗎。你推完之後嗰堆垃圾又喺度，佢跟你身啊！嗰盤卡瑪嗰啲債嚟嗰啲病氣。佢唔走啊，伏喺度你吹啊！但我哋指揮翻佢走嘛，所以佢咪3分鐘咪我哋出去行過去一日唔上。佢咪點樣真係咁靈強啊？佢話佢高要，佢話佢叫佢太太
喂，佢我寫，我叫老婆寫翻段嘢登翻喺網度啊，話俾人聽，真係咁犀利咯！可以，我唔係犀利，係佢哋啲人冇呢個醫術啊嘛。即係你冇個醫術咧，係趕走你個病氣，你明唔明啊？佢沉咗喺度，你扯佢唔走嘛。所以如果佢啲人報名咧，你哋可以打電話俾阿方太登記咯。2367-2630 你登記咗要有香港出世紙啊，香港出生，中五學歷程度以上。我就講呢個普健講座兩課嘅，兩課嘅講兩課，因為時間咁長嘅，要講兩課，所以咧就希望有啲年輕人咧，他有這個緣分，他可以再去找到一些醫術再學下去，那一直學的一直可以來問我們謀生的，這個是可以的，他要學了推，但你不是普通推拿按摩嘛，即是你有個心法怎樣弄出去，學多門技能。還有什麼問題？問題咧就而家問曬啦，咁啊想聽下博士，你好似話啲好人博士有咩問題？要補充咧就係話我哋嗰、那個白沙板嘅療法咧，翻嚟效果好厲害，有啲人有人會真係照做啦，再加埋練我哋嗰個功法啦，就配埋飲我用我哋嗰啲泉水啦。但我成日叫佢哋講，譬如果你經濟壓迫唔起，你咪市場買啲平水咯，即係譬如你買五支人啲水就溝我哋一支。咁你咪嗰個咪輕，即係輕皮咗咯。如果你再即係屋企人父母有病嘅，經濟環境唔好嘅，你真係去攞山坑水過嚟，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都好過飲而家水喉水嚟煲水用，即係避咗嗰種重金屬嗰啲污染啊嘛。山坑水都平㗎。咁你買白沙板，你買過我哋嗰啲咁嘅肉嘅白沙板，成世用噶啦，成家人。我如果你驚打爛嘅，你咪走翻同你轉個窿咯，轉個窿我認啲十零廿蚊啫嘛，再穿條係穿條繩帶住佢，你咪唔會打爛咯。所以佢嗰、那個，但即係個效果係非常好啦，因為有一家人嚟同我講咧，就佢哋屋企係健康曬，包括喺外國。另外咧就有琴日咧。禮拜二嗰日咧就有兩公婆，佢又同我攞好多嗰啲油金紙殼，我你拎佢去嗰度寄翻中國，有啲寄外國。佢有個人咧，哇，180度高壓，哇，係啊，好犀利啊！佢又有糖尿有性，佢又叫照我嘅方法，咁真係低得好犀利，即刻全部低翻曬，咁佢好開心咁啊！佢又將我教我佢啲一啲練功嘅方法教翻佢，佢個姨婆嚟嗰次，姨婆咁佢咪同我攞好多嘅，佢送俾朋友咯。因為油金之害以前有一個唔係我自己嘅嘢嚟嘅，喺香港我一個好朋友嘅高級警司，佢就係三高嘅問題咧冇辦法，中西醫睇過都唔掂。咁啊，佢遇到一個鄉里啲老人家鄉里。就是你用這一隻來泡茶啦，這樣過了關好的嘛，所以他告訴我聽，因為很多的醫事的檔案都是一路積累回來的，不是我的東西的。但當然他們的人我們都提醒的，即是你無論收到什麼偏方或者食療好或者過去好多人說有效都好，他自己一定要去問個醫生或者問中西醫都好，有人叫我泡呢只茶喎，或者用呢條方保健用，或者醫要嚟食療用喎，有冇抵觸啊？問下冇壞噶嘛，係嘛？因為我哋一定要叫人去自己要問下嘅。正話你話講有啲乜嘢？我問題嗰邊問曬㗎啦，就係話有啲咩好人好事嘛？今晚講嗱，今日講好人好事咧，就要讚下呢個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先生嘅做緊咩？咁好人好事，大佬咁你好啊，梗要讚人噶啦。因為我琴日睇新聞，佢喺電視台接受一個訪問咧，就係話要
嗰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啊，同埋行政會議而家嗰個運作緊嘅制度咧，要重組，即係要改革，先配合到而家嗰個社會嗰個政治環境。同埋佢訪問嗰時，佢講嗰句嘢咧就幾認真講嘅，個神態都話呢個係一個好實事求是嘅態度嚟，去面對問題。即係佢而家攞翻佢哋過咧，識攞翻鄧小平嗰句啦。即係你要實事求是去處理香港問題啦。咁你曾玉成先生都係中央嘅喺香港嘅都叫頭面人物啊嘛。咁佢講得點解係好呢？即係佢講得，即係起碼話喂，你十幾年來你嗰班左共、土共、左棍，即係睇唔到呢個問題咩？由董建華一搞啊，嗰、那個行政會死咗啦。嗰時唔知道，要十幾年後到撲街啦，咁先知啊。十幾年後啊，即係起碼佢而家佢接受自己係反省係錯誤嘅，係嘛？你由董建華你搞個問責局長，行辦局長唔同你講，定好曬政策拎上行政會，你嗰班友啊萬成百萬冇喺度做橡皮圖章啫嘛。咁咪拉群結隊咯，係嘛？咁你咪拉埋曬你以前曾國成嗰啲咁嘅謝浩棠嗰只行會咯。你問譚耀宗識乜差嘢？點坐入去佢識乜嘢？你問佢。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咁啊，搞到入去咁咪死咗啦。而馬顧之啊、張志剛啊呢啲咁嘅漏口就係抹口仔，啊張震遠啊呢啲咪整下成扎咁嘅人翻坐喺度咯。以真係唔係噶嘛？以前就所以佢曾國成講話佢喺港英時代，人哋揀嘅真係社會嘅精英。第一知道你冇周身債先，呢、這個好重要。個個都係名門望族噶嘛，係咪啊？個都有頭有面嘅人，佢都有喺個社會度啊。呢、這個姓乜名乜，住喺邊一得，喺邊個家族嘅仔咁樣落嚟先叫入行會噶嘛。所以同埋咧，仲你做精英喎、哦。以前嘅行政會一定有個叻嘅銀行家噶嘛。係啊。即係可以用香港 bank 嘅主席，一定係行政會嘅議員嚟噶嘛，係嘛？一定有大律師喺度噶嘛。即係起碼做完啲嘢出嚟，唔使俾人去挑戰你嘅。要改嘅時間咧，喺行政會嗰陣時候去討論做政策咧，係乜嘢問題都商量過曬噶啦。你出街有咩反應？出街有咩反應？全部測試過曬先至出街咁啊啲嘢。好啦，未曾做之前咧，就唔用把口講嘅，就透過行政會咧啲人咧，就私底下去同立法會傾下偈。先。啊，講足啦 ，call 班立法會議員上嚟食飯，就唔係話俾你講公事。喺食飯嗰時咧，先至當閒談咧，問下啲嘢點做啊，有咩意見啊，咁樣噶嘛。兩母而家個大羅大鼓，乜嘢都未做啊，講講咗又唔做，講完之後話跟住又話要揾人檢討，又揾顧問公司，揾咁多顧問公司請你班工翻嚟替死啊！揾班顧問公司嚟做咪得咯？家姐，而家你搞食環署搞冷氣，幾乎要揾顧問公司嘅，你咪大鑊嘥氣。你求其每層樓食環署，你哋咁多個攤檔，你哋自己諗掂去保持嗰度温度，你自己夾錢諗掂去整個方案上嚟，冇危險嘅就得啦。咁你個民間冇智慧啊？民間智慧梗叻過你嗰扎做官噶啦。如果叻嘅人都唔會做官啦，大佬係咪啊？叻嘅人出嚟做生意啦，撈嘢啦，係咪啊？所以而家咧，佢曾玉成咧咁樣講咧。即係大家都係佢引用得鄧小平嘅金句，實事求是去面對個社會問題咧，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話你唔會再逃避啦，唔會死落一邊頸啦。你唔會話俾淨係靠啲口號嚟管治香港。啊，以前英國人得咧，我哋一定得嘅。咁以前英國人嗰個行政會就得喎，而家你得唔得？你靠把口話得喎，咁啊你整啲成績出嚟啊嘛，靠把口邊個講得啦？即係等於嗰啲經濟財政司啊乜差嘢啲咁嘅傻仔強陳家強之流，我僆仔流，我唔同你講理論。禮拜四一人攞筆錢出嚟，
走去金融市場，唔差你，你買乜嘢？禮拜一計數睇下邊個贏啦，咁咪得咯。講效果啊嘛，你嗰個管治方法，但佢有一樣危險喎。好啦，而家佢哋你話我希望曾玉成先生咧係真誠，係為香港人做嘢。嗯。但係以佢呢個年紀呢一批咁嘅親中嘅中堅分子咧，即係個道德咧，梗比而家呢班係投機分子好嘅。如果唔係咧，又危險嘅喎。嗱，佢又改咗行政會，即係你要揾多啲人入去咧，就要同個政黨妥協嘅。咁你咪要挟而家特首咧，要分特首權力咯。你明唔明啊？即係為咗派人入嚟啦，架空佢。啊，即係你特首冇權。即係不希望他有這個動機，如果是這個動機就香港都撲街的，那你的特首做什麼做不到的，全部不是你控制的嘛，全部是即是說你的行政會拿回個權，你一定要削局長的權的話，行政會主導，那你局長一定要收工的了，那你但你派了責任進去嘛，在行政會上嘛，那特首就沒有權，是不是遇上 要靠他們買他們跑，但是多難走回頭的。即係話嗱，佢因為以前佢我哋點解我曾經提出過話立法會議員咧冇糧出，行政會議員冇糧出咧就得啦。大家冇糧出嘅，冇糧出嘅咧，嗰班人唔同啊質素，完全唔同嘅。咁你嗰個行政會同埋嗰個特首咧，就可以決策好多嘢咧。就可以俾翻嗰個制衡翻公務員咧，佢同你執行你嗰個工作，就唔係話而家整一個人冇料嘅，咁你整個陳茂波佢有咩料做法院局局長啊？而家你推單單嘢都死噶嘛！今日睇報紙仲俾人告誹謗添，嗰條友啊串啊，如果佢告成佢都幾厲害噶，大家咪鬥你扯你落水打官司，佢哋對方都啱噶。送你又冇上高院，你咪自己大家搬錢打官司打窮你咁花產劏房波咯，係咪啊？咪有啲都幾毒噶，所以咧佢哋話咧希望曾玉成真係實事求是嘅，佢又交代，佢亦都應該反映俾中央政府聽，中央政府亦都應該聽到。你唔可以話你個香港特首咧用曬你自己認為捧過你場嘅人。他整隻手都是站在他身邊捧他場出去做特首拉拉隊去做行政會是不行的，即是你侮辱了那個社會的名氣嘛，那個公氣是不是，你亂插那麼攀荷蘭水蓋，亂插那麼委任人家做公職，但委任了是你自己人來講，這個社會就倒了，同埋，但我哋可以懷疑你梁振英係咪揾班人行入呢個政府架構度咧打釘嘅喎？因為你連嗰個廚餘公司都揾你老婆做啊嘛，你咪打定幾口釘嘅，有即係等於打炒嗰啲收購樓宇打釘，靠你而家你嘅關係做定幾檔公司，有商品交易所啊，乜差公司乜差公司，第時退休落嚟嗰陣時，你唔撈特首咧，都仲有個潛勢你嗰度揾錢啊！嗯。三群結隊啊！咩？我哋有權懷疑你噶喎，特首睇你啲蛛絲馬跡，你就咁嘅跡象啊嘛，係嘛？咪點解你嗰間咩廚餘公司啊專利嘅，又揾個老婆做嘅，做埋股東啊？係咪先？咁而家你嗰個馬仔又搞間商品交易所，搞唔成啫，而家爆鑊啫。如果唔爆鑊點先？係嘛？即係你揾翻自己有落嚟嗰社會度咧，喺嗰個利用你嘅職權去重金。啊！留翻第二退落嚟咧，就可以坐地分肥啦，個個都。你而家即係等於美國一樣啫嘛，美國唔單單老布殊落咗嚟開嗰啲基金公司，乜差嘢生都做曬，大佬係咪一樣啊？呢啲佢哋咧就學曬美國呢啲咁嘅衰嘢翻嚟啊嘛，咁你張振遠啲美國仔翻嚟咪搞啲遊戲咯，搞老細。利用你的職權在位的時間搞定曬啲，鋪定曬啲路，係嘛？而家小心㗎，而家啲
你所以你曾玉成講咧，我哋係支持嘅。咁呢樣嘢點解都叫好人好事？係香港，而家我哋香港生存啊嘛。咁有人做件好事出嚟，對社會有利，我哋咪讚咯。所以今晚好人好事咧，我哋揀個曾玉成先生。曾玉成先生咧，就係話佢琴日嘅訪問咧，佢係好有勇氣講，咁同埋因為講事實，希望佢嘅動機係正確咁，希望香港人有運行咯，啊！咁啊，我哋都祝福梁振英啦，唔好執生啦，因為嗰間咁嘅特首府咧係好難住噶嘛，係非常難住噶嘛。點解咁難住啊？難住，我早話啦，喂，靚仔，風水唔好啊！你冇住，佢嗰度唔係風水問題，因為山人住地方咧又冇風水睇嘅，大家唔好搞錯。實際世間咧亦都係冇風水呢樣嘢。八字唔得。環境學咧係可以有。但如果你話講到有啲夫形學象嗰啲，另外一種學問嚟。但我哋講嗰個常理推測。而家你嗰個禮賓府仲係英女王勢力嚟噶嘛？當年係英女王嘅特使喺度住噶嘛，每一任嘅總督代表英女王住喺度噶嘛，嗰王氣好重喺度嚟。咁而家你英國在英女王影響你嘅喎，你用咩法例？要用英國法例啊，大佬嚇！終審庭仲有幾個法官都係鬼佬嘅，鬼佬，你係用緊英國皇室嘅法例嚟嘅，大佬，英國皇家法例，唔係行中國法嘅喎。即係話英女王個陰魂咧係仲喺度嘅。未死。咁你行入去嗰個港督府住。你可以入去住偏廳冇事啦，你當康更就得，你當日康更幫英女王睇住間屋，你大概六十年啦，大佬咗，有佢個勢力啊，個聲望未低過噶嘛，英女王喺個皇權嚟講都叫耐噶嘛，耐，好即係我哋講個皇氣啊，喂點解曾蔭權都捱得咁辛苦捱埋尾咧？佢有個英皇封俾嘅爵士啊嘛。都有啲黃氣喺身嘛，呢班咁嘅柴仔你行緊住，你實死噶嘛，你受唔到嗰種氣場噶。嗱，佢住側邊屋就得啦，即係喺側邊整個偏廳，主人房唔好住。嗱，翻嗰度咧就啊，仲擺多兩件皇室嘅嘢喺度添，仲要擺個耶穌聖母喺度啊。咁啊，你做康更啊，當自己康更，咁你真係過客嚟啫喎，因為嗰間屋唔係你噶嘛，唔係，你最多都做兩任特首啫嘛。可能好遮唔入去住啦，嘅咩？你當方便翻工，當方便工作咧，你話住個偏廳，就冇大羅大寶，你一當特首府主任，咁你係仆街，你受唔受得起啊？你有咩皇氣喺身啊？嚇、啊？假假地人哋行出嚟啊，英女王受神啊，出巡啊，都唔使擺水馬啦，英國有冇叫有水馬？系嘛？你拗頸冇用噶，嚇、啊！你有冇見佢英女王出嚟擺水馬？係嘛？人哋真係嗰種皇氣，有嗰種貴氣，照得起噶嘛？係咪啊？你堂堂啲咁嘅啫，城市仔啊，做個市長仔行出街，咁啱佢好似過街老鼠咁都收家啦。中國政府睇見佢收家啦。國際都會整件咁嘅嘢翻嚟，日日都出一鑊，啊！俾你估下，下次邊個爆鑊，佢哋都當攤開盤啊！有冇人估到開盤？開盤！大家估下，下次輪到邊個爆鑊？到邊個嘅司長爆出嚟？貼上我啲網台估下。除了賭波之外，有賭下次邊個爆鑊？賭鑊啊！呢啲叫係啊！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系好似六四咯喎。系啊，六四啊。你知唔知点样庆祝六四噶？你有冇知？你点庆啊？往年都唔知你。嗱，我好少去嘅，我就唔关我事。我去嗰两次嘅，有阵时经过，有阵时冇揸车咧。如果嗰时啱啱夜，咪咦？今晚六四喎，咁多人啊，咁啊走埋睇下撞唔撞熟人，识下都我走噶啦，即系趁下开。趁開，即係去趁開啫，純粹趁開，唔係純粹話，因為
因為你揾數人，唔係，我唔會話加埋去咧捧呢啲咁嘅假民主棍場噶嘛。即係我唔會俾佢，我又唔會做佢籌碼俾佢坐大升勢噶嘛。咁但係我哋點樣個六社咧？我通常如果我記得今日六社記得嘅話嚇，唔記得就算數。嗯。咁我就會默哀一分鐘，但係唔係哀愁嘅哀喎，因為如果你默哀一分鐘，你哀愁咧，你變咗有負面嘅力咧，嗰、那個影響自己嘅運程唔好噶嘛。我就一分鐘默哀啊，祝福所有喺六四嗰日死嘅人，唔係淨係大陸喎。即是在所有在六四那天死的生命都可以离开痛苦得到快乐，不只是大陆，全世界，即是包括你中国大陆死的那些人，是吧？那我通常呢我就用这个这样去纪念这日的，但是都因为我变成正面了，如果你陪这些人走去喊苦喊佛啊，点蜡烛啊，点食啊，你千祈唔好買馬添啊！第日真係先去撲街啊！嗱，佢啱啱咧就呢個下個禮拜咧就星期二咧就係六四嚟嘅，星期三就賭夜馬。嗯。啊！如果你聽日星期三賭米嗰晚咧，唔好差佢添啊！先去撲街啊！因為你全部都負面噶，你全部都負面氣息嚟噶嘛，你企埋嗰啲人都冇運行噶嘛，所以我哋唔低嘅，唔去嘅。唔係我可以尊敬呢啲人。或者錯誤死的人，包括解放軍死，我哋都默祝福。咁解放軍唔係中國同胞咩？係啊，呢個歷史時空嘅錯誤嚟噶嘛，大佬。我可以紀念佢，我可以為佢哋祝福，但我就唔好搞啲負面嘅氣氛喺我嘅心靈度。嗯，因為諗馬都諗錯咗，係嘛？咁啊，但如果啲人哋中意去咧，我哋冇意見嘅；唔去咧，我哋冇意見，因為呢啲係同來食飯，各自修行，係咪啫？你話你睇到哇呢件事咁大啊，我哋血濃於水啊，咁啊一柴靈啊，唔要開禧咧唔掂咧，我都唔開心嘅。但係好似柴靈唔要開，好似唔係話唔掂喎，好似掂過去悼念嗰班友喎。係咯，反為而家你走去圍院踎嗰班友咧，自己唔掂啫喎。仲會啊？係咪啊？係啊，仲會啲。好似唔要開禧同柴靈掂喎，而家你走去捉嗰晚嗰班僆仔喎。好似個環境啊，起碼美國住啊，自由氣氛啦、啊，係有嘢撈啊，有頭家先一個。嗯。肥仔開啊，吳家產啊，肥師大隻，天都食到。係而家你踎喺圍院班僆仔個個揾唔到嘢做啫嘛，嗱佢掂過你噶。不過但係有啲人講咧就好奇怪噶，喂，大陸佬嗰啲咁嘅大陸仔撲街，我哋香港人唔使理佢咩？呢、這個過分啲。因為佢嗰個六四咧係一個好大嘅醜事嚟嘅，我係一個 point 嘅啫，國家軍隊唔可以要嚟咧係殺國民嘅，你用警察射都得，你咪揸正國際嗰個防暴法嚟做咯，俾曬警告你，啊你唔走嘅，我咪掟催淚彈、開水炮，你再有架撐或者有粗暴嘅暴力，我防暴點咪開槍咯。即係佢有程序噶嘛，即係唔係一下就唔可以用軍隊嘅，因為軍隊係保護國家，係對付敵人嘅啫，唔係用嚟對付人民噶嘛。呢個我哋絕對反對嘅，共產黨係唔可以用軍隊。即係我唔理你有冇準備好呢啲，就你低 B 啊！共產黨以前乜叉都冇嘅，又冇水炮，又冇橡膠子彈，佢我哋乜都冇啊！真槍實彈大把。咁佢後期咧六四之後咧，就整嗰啲武警。啲武警咧就解放軍做嘅，就叫防暴警察啦，就整咗支部隊叫武警。佢哋真係冇嘅，而家就算有都死嘅。而家我哋譬如你澳門又睇到喎，你打去澳門消防局，好靚嘅消防車又喺度嘅喎，但係使唔到入去環街作行嘅嘛？我哋你呢樣嘅，佢咪係要嚟擺嘅，大佬冇理由冇嘢擺喺度唔好睇嘅嘛。佢哋使好多錢買靚消防車擺，唔係準備用嘅。大陸一樣，大陸一樣噶。佢買嘅消防車啊啲嘢，而家佢哋有用嘅錢啦，買啲嘢係好前進，越貴越好，越貴啊回得用多啊嘛。
你唔好指意佢話真係救到你啊！你二十樓火燭啊，你實死都得。所以你翻大陸住樓咧，最多都係六層嘅啫，上邊嗰啲我哋唔住嘅。有得走？佢啲水冇水啊嘛，射唔到上去噶嘛，大佬。佢啲雲梯又上唔到，你實死嘅，大佬實死嘅，實死嘅，實死嘅。所以咧，你咗我哋呢個咧就叫中國嘅國情，大家要有諒解。所以咧，我哋人哋搞六四幾年，我係搞嘅，我係照自己幾年。咁啊，呢個各有各搞咯。我紀念咧就係同佢哋祝福喺嗰六月四號所有嘅人。我朝頭早起身，我做啦，做功課之後，跟住講多幾句嘅。咁啊，今日六月四號我紀念，為所有嘅喺以前喺六月四日啊，1989年喺六月四日死咗嘅生命咧祝福。咁就收工噶啦，多咗一兩句嘢啊。好嘛，多謝大家，我下次繼續，拜拜。拜拜。